华职棒中信兄弟的新球衣，在球迷引颈期盼下终于曝光，由队长林威柱和彭振敏、林玉清三人当 model 展示。新球衣依旧维持黄色基调，但设计更为年轻化。最明显的改变是吉祥物变威猛了。球队为了展现霸气，推出新的猛象图腾。对于外界质疑中信入主兄弟后去黄去象的传言，领队杨培宏也特别澄清。那个，因为这好的东西，我觉得我们就是保留下来。那只在好的东西里面，我们做一个进化，或者说些微的一个调整。新球衣将于四月底正式比赛时登场，分为平日版和假日版。平日版胸前改为英文字体 Brothers。搭配主场白色或客场灰色球裤，胸前第一颗红色纽扣象征中国信托 We Are Family 的意涵。假日版则维持传统黄衣黄裤，搭配中文兄弟字样。今年球团非常用心，希望能够让呈现更不一样的风格给球迷看，那也延续了兄弟象的精神，然后希望球迷能够记住我们永远还是兄弟精神还是存在的。兄弟25号起将在台中、台北进行主场5连战，主场开幕周将推出向传奇致敬的活动，邀请9迷曾经创造辉煌历史的传奇球星重返球场，唤起球迷尘封已久的回忆。背号23号的彭振敏公布第一位传奇球星是同样23号的洋将陆毅士，恰恰表示当初球队希望他延续巨炮的传统，因此把23号给他，但他后来发现其实原因并不单纯。之后我才发现是因为23号商品还没卖完，所以。新团队加入后，兄弟队的行销手法更为灵活。杨培宏表示，今年中信兄弟将端出10大主题活动，和球迷热切互动。中央社记者张新伟台北报道。